赶海啊，遇到一老大爷，这是在给大海耕地吗？走吧，下去找海鲜。这天气冷了，八爪鱼也知道找个地方钻进去。你还别说，这壳还挺好看的。皮皮虾，你是怎么了？哎，好像是迷路了吧？行吧，行吧，跟我回家吧，我再给你找个女朋友。有好多小伙伴问啊，海五星的背面是什么样的？全部都是密密麻麻的小触角。呀，这个海螺不小啊，收了啊。哎，它的肉怎么没有翻出来啊？今天的派大星这么多吗？收啊，还有一个，都送给点红心的小可爱们吧。别藏了，我都看见你了。嘿，这个小螃蟹有点小，看到没？这儿还有一个，来吧，这个也不大。哎，哎呦，这又发现个什么好玩意儿？是个漂亮的海螺壳，喜欢的小伙伴打个666。昨天晚上有个小姐姐托梦和我说，能不能抓只水母？这不今天就抓到了，运气啊太好了，发现两只搁浅的老鼠鱼啊！你看看它的眼睛，竟然斜视我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